不是，那秦家，我们请家母吧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别，先别叫的这么亲热啊！我先事先声明一下啊，我今天带乡亲们来就是想做个验证，验证一下英子怀里那孩子是我儿子的后呢，还是野种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英子呢？你凭什么你？是啊，我也想，这凭什么呀？他要不是野种，那邓京生他凭什么专程过来送英子上医院生孩子呀？哎呀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行，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吗？胡萝卜，我刚刚都跟你说了呀。 京生是来找我开证明的，正好赶上这事儿了吗？那你说的要是准确的话，那英子不怕做这个验证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没错，怕什么呀？当然不怕了。我又没干亏心事儿。妈，如果能够证明这个孩子是福禄的，怎么办？如果不是又怎么办？他要是福禄的孩子，从此以后我啥我也不说了。要不是啊，对不起了。 你们俩马上离婚，周家和詹家一刀两断，永世不相来往，对吧？好，这话，妈，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福禄他妈，我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了，说话得讲究证据。要讲证据，那老话说得好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怎么，你要证据啊？是啊。好啊，我今天我就给你证据。你能有什么证据？你把证据拿出来。滴血认亲。 对，滴血认亲，就得认人。强子媳妇，哎，把水端来，来来来了。妈，你干什么呀你呀？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干什么？乡亲们是这样的啊，就是福禄这血呀和这孩子的血滴在一块儿，如果相容，那说明他是亲生的；他要不相容，说明什么呀？ 那不就是个野种吗？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没错，就是。验证，验证，验证，赶紧验证，验证，验证，就是，赶紧。你看看，这，福禄，你先来。客气什么呀？你先来。喂。 怎么了？不敢了，不做也可以呀。当众承认他是野种，咱就不做了。我不是不敢，是我舍不得这孩子，舍不得这孩子。来来来，我来。别动！别动！福禄。 等等，如果血相融了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那你要当着大家伙的面跟我赔礼道歉，还我个清白。好。 这血融了，这血融了吧？哎呀，这血融了，看你怎么说！老天爷，求你终于还我女儿一个清白了，我谢谢你。来，行，来，我说两句啊，胡萝卜，这都依着你了啊，做了试验了啊，自己看清楚了。 刚才这试验啊，证明英子是清白的，对，是被冤枉的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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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你没忘吧？
我说什么了？我说，你说要跟我赔礼道歉，还我一个清白。你要是道歉了，那咱们还就是一家人。以后啊，我还会好好孝敬你，给你养老送终。我儿女双全，我用你给我养老送终？我要不道歉呢？福禄，把孩子给我。你要不道歉，那我跟福禄就离婚。你怎么弄的？你爱离不离？妈的，芙蓉妈！你太过分了，你根本没把我们周家人放在你的眼里。你凭什么怀疑英子？你这不是把屎盆子往自个儿头上扣吗？自从英子和福禄结婚，你呀，没给过他一次笑脸。英子为了这两个家呀，没黑天没白天的这么操劳，连我这瞎老婆子我都心疼啊。你心不动吗？你啊，都是做父母的人，你不配做母亲，你糊涂。还糊涂呢！行了，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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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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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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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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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这不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英子呢？我就是要冒一次险，我就让你跟他离婚。我这回输了没关系啊，以后我让他输得更惨。妈，人英子对你对我都够好的了，你说你想抱孙子，他就给你生了个孙子，你说你还这样对他，你过分了。你谁过分？你搞搞清楚了，他才过分呢。咱从根儿上说啊，他让你到他家去倒插门，把我们老詹家的脸呢都丢进茅坑里去了。成亲那天他出那一手，那当时把我气的，我心死上吊的心我都有了，我能活到今天我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妈，我知道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。结完婚吧，这礼金死死攥在手里，全给他老周家人花了，他让你给他还债。我告诉你福禄，你要清楚，你在他们家呀就是老李，是长工，是挣钱的机器。你说这是对你好还是对我好啊？啊，你搞清楚了。妈，英子真没你想的那么坏，你就别记仇了，行行不？反正是这样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要还认我这个妈，你跟他离婚啊。俩孩子接过来归我们老詹家抚养，他要不给孩子可以呀，我出抚养费。
你要不离婚呢，咱俩断绝母子关系，我说到做到，我绝不吓唬你，真的。妈，你这不是逼我呢吗？